Hello，今天是11月1号。先感谢你花这个时间一起来冥想，请先拍拍胸口，说出来，跟自己的身体说：“我们要开始冥想了。”可以再说，身体啊，我们要开始冥想了。然后请你深呼吸，再一次深呼吸，请身体放松。完完全全的放松，把身体拉直。不管你是坐着、站着、躺着，完全完全的把身体放松、拉直。现在，我们的高我下来一道光，很温暖而缓慢的慢慢从我们的头顶上方下来，透过我们的顶轮，慢慢的穿透我们整个人，很舒服很温暖的抱着自己。在这个光球里面，我们是绝对的安全的，所有与我们不相符、再没有贡献、再没有好处的，现在我们允许它离开，离开这个光球，离开自己的身体，离开自己的气场内外，完全离开。此时此刻，你跟自己的身心灵完全合一，继续的保持你的呼吸，完完全全的合一，完完全全的从心里面平静下来，所有的杂念，允许它浮现，允许它离开。练习不要抓着这些声音，允许它出现，允许它消失，允许自己不记得，有注意到就好了。我们来感谢这一年发生的所有事情，这一年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感谢自己，谢谢自己，谢谢这个身体，感谢整个地球，大地母亲，感谢宇宙，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万物，大自然的元素，大自然的精灵，感谢大天使，或是你相信的神明，感谢他们这一年的支持和陪伴，感谢自己身体所有的特质，幸运、丰盛、丰富、富有、自由、喜悦、开心，感谢自己的情绪，感谢自己整个身体的细胞，
感谢自己还活着，感谢空气，感谢水，感谢火，感谢大地，感谢风。感觉一下整个身体，你有特别想要感谢的地方吗？你有好好的让它休息吗？有吃好吗？有睡好吗？现在请允许自己身体放松，请允许自己身体有足够的休息，请聆听自己的身体的声音。再次深呼吸，感觉一下有多少人因为你而感到开心、幸福、幸运的。有好多人想要感谢你，请你允许自己接受这些感谢。数量可能比你想象的多好多好多好多倍呢。请所有怀疑自己的念头、想法植入的所有的，允许他们离开，允许他们可以离开了，不要再放在这边打搅自己了。请你透过呼吸，把这些再没有用的、做成压力的，让它透过吐气离开整个身体，离开整个气场。现在我们从我们的高我下载一个新的讯息，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奇迹。这个奇迹的因子本来就存在我们身体里面了。我们现在下载的是重新允许自己看见、打开、接受自己原本就是奇迹。允许这颗在心里面的种子现在发光，你看到了。允许自己认同、接受自己就是奇迹。看见这个在身体里面发光的奇迹种子就是你。允许自己看见自己就是发光的奇迹种子，允许自己继续的发光，允许自己可以看见自己的光。不要再否认了，那个否认的声音，让它离开，完全的离开，离开身体，离开气场，完全完全离开。允许自己回到自己就是奇迹的这个频率里面，每天在里面生活，允许自己跟奇迹的种子，就是你的本质，去共振，允许自己成为这样的一颗种子，允许自己就是这样的存有，然后自然的轻松的做你最真实的自己。
而为这个自己继续的发光。感受自己的心轮胸口，这个光非常非常的强大亮眼，我感受到了。非常谢谢你，非常谢谢你这个存在存有，也非常感谢现在遇到你了，我看见你了，感觉到你的光了，有被你温暖到了，非常非常的谢谢你。即便你现在好像没有在做什么，但是因为你存在着，你的光还是有照亮到我，照亮到其他人，所以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，谢谢你。记得你存在就是有这么大的价值了，非常感谢你。在这个111的能量下，我们允许自己做真实的自己，允许那些让我们有非常沉重的压力、沉重的能量的所有一切，允许他们从我们最里面的细胞离开。我们只要 focus 做好自己，能量就会自动跑了，自动运作了。你还是会是那个发光发亮存在着，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你。好，现在继续的保持呼吸，让自己存在在这个光温暖强大的自己的频率当中，奇迹的种子当中，然后慢慢的回到你的空间，慢慢的可以睁开眼睛，然后说，我回来了，我回到此时此刻了，我回到此时此刻了，带着新的共振频率，再重新过今天吧。我们今年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奇迹的时间是每天。当你承认接受自己就是奇迹的时候，每天都会发生新的奇迹的，而这个奇迹是自然发生，不用费力的。感谢我们的高我带领，感谢宇宙万物，感谢你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谢谢你，谢谢收听着你，谢谢你的高我，感谢你。